味道可以，这个麻油辣。这个料吃起来的话，就是辣中带点麻，又麻又辣。但感觉很过瘾啊。又吃馄饨了，我是天天炫馄饨，不是馄饨就是饺子。这20块钱一张的面膜可以啊，白多了，木瓜丝。你们应该在很多视频当中都看到我吃这个木瓜丝。
即使鸟家的爆辣让尝。真鲜亮。